吃鸡快乐。祝你心想事成。祝你平安。知道现在是换季的期间嘛，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因着换季的期间，就是感冒啊，身体不好。我希望我们通过赞美的时候，是让通过我们赞美的声音，能够医治我们心灵，医治我们肉体。哎，好，献上爱神，相聚在一起。I'm not afraid to die.
尽心挖出你。